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学一首这个《从前说》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你要跟原 key 一样的话呢，你要先加两个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喽。前奏第一个是第一条的第五格。好，用你的无名指五五三三。接下来是二的时候，你可以换一个中指，可以吗？所以是五五三三二，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下一个是 D sus two。哦，这时候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手全部放开，全部放开，然后弹第四条的零跟第一条的零，我右手拨起来就好了。然后这时候再赶快按上去，可以吗？所以是好，那慢一点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放开，然后再来是零二。可以吗？这时候你可以换食指过来，因为你要换到下一个这个深吸这个地方，这样子你的手指会比较长。我们再说，放，然后零二，无名指过来，你可以从这个三滑到四哦。好，这时候你的食指放在二的上面，第三条二。躺平，三二，好，你的食指躺平，所以是二了哦，所以是噔，四二，中指上来三，中指放开二，这边有点难哦，这边是，应该是这首歌最难的地方，应该啦，然后再来是三零，全部放开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再说。换食指，滑音，三零放开，这时候留住中指哦的三哦，然后到下一个弦 B 咪，我这时候零是没有按的哦，所以我的食指只有放在第五条的第二格，这边有个三连音，接下来下一个是 D 昂 A， 那你的这个食指过来。直接下来就好了，按着 D， A 的隔音是在第五条哦， OK 吗？好，前面五个小节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弹慢一点，放，换食指，三零，试下来，封闭。二二，下一个是 G 哦，中指过来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下一个是 D 昂升 F， 再说，这时候用大拇指来弹第六条的隔音哦，然后再来，中指上来二，零，三。接下来是下一个是 E 咪，二滑到四，可以吗？好，最后是 A， 哦，这个你可以用封闭的感觉，用食指按就好了，哦，因为你要多按一个这个下一个泛音，在第一条的第五格，用小拇指来按，好，右手呢，这个食指呢点在这个第几格，第十七格上面。可以吗？我用小拇指来弹第一条哦，所以是噔，好吗？再说，前奏全部连起来了，准备喽，放，食指滑，三零。二二，E 咪 ，A， 下来，干嘛？准备了哦，十七哦，干嘛？